圣经中记载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地称义。这是创世以来最大的恩典，也是最大的神迹。世界上各个宗教中，有哪一位神竟然让他独生爱子的性命为人的罪而牺牲？我们是谁？凭什么能得到如此的恩待呢？这就是神的爱。主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就为我们而死。天父上帝的爱也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凡是接受耶稣成为生命救主的人，都可以进到天父家中享受他的恩典。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，洗净我们所有的罪，让我们的生命得以再次更新，仿佛出生的婴孩一般。
我们生命的重担，耶稣都能为我们背负，好让我们在他里面得享安息。耶稣是世人的希望，他的美善与慈爱能抚慰受创的心灵，他的公义与和平能为众人带来盼望。他从荣耀的宝座上下来，为要将你我领回永恒的家乡。认识这位主，是我们一生中最大最美的祝福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以赛亚书53章4至5节。